自古以来，真祥之宴未有今日之患病也。斯乃上临将命，国家无穷之争也。臣等幸遭圣化，沐浴光宠，无以对扬天。修增广天地，仅与群臣参议，以以时文之争，宣告四海，令方外见妾知天命有归。至曰：此天地旷失，乃先祖父之遗。真岂朕一人所能独治？可如所奏。太和元年冬十月，南部尚书安定侯邓宗庆奏湘郡明理。PG2007。非太原明王显前列称，亦经南山采药，到游月谷南岭下，见金碧石柱数百枚，被召案检，称所见金碧柱长者一匹，相接而上，或方一尺二寸，或方一尺，方棱稀旧，其数既多，不可据说。